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我婆婆和戴俊俊去捡柴了，然后捡好了，现在小潘去挑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扁担，拿这个去挑回来。他们打电话说到马路了，拖到马路了，我以为是到这个弄好的马路下面，结果是这个山上这个马路，因为他们是在那个山上捡的嘛，他们说拖到马路来了。哎，还要走好远。我婆得了一扛，俊俊得了一扛，然后可以挑。小江在家里做饭做菜，因为今天是十几啊，农历变十三了。我们这边过节，你们过十五，我们这边过十三。哎呀，来了，俊俊跑了，看这哪里？俊俊，还远吗？远。哦，那你不扛来？搞得满头大汗，看一下，啊，这头发又长了哈，该剪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弟弟，弟弟跟那个堂弟在那边玩，你去嘛，回家去啊。去吧。爸爸呢？爸爸在家做菜了，你还跟我来不？走吧，那跟我一起去。等一下还要给我拍照。慢点走，好累呀。你不是说跟我去的吗？你回去啊。回家去了，今天不跟我走。这些都是沙漠树。要捆紧一些。哎呀，小小叫门呗。嗯，这么远。现在都被人家捡了。到家啦，这个不是很重哈、啊，就挑得太远了，我这肩膀酸了、啊、疼，明天起来的话更疼。这猪都叫了。